运动会你敢看小黄书啊？怕是不行哦。有 iPad 应该就可能，PSP 现在不让玩了吧？谢谢阿呜，谢谢小佩。GBA，啊，谢谢英雄航的飞机。移动校园卡，哎，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动感地带，在我的饭桌，你就得听我的。小黄书相当于兴奋剂吗？怕不是哦，那个是可能是类似于，就反向奶吧。你要是给他看这个，那还跑得动啊？就怕是加油的方向搞反了哟，就跟泻药差不多啊，真的。如果你真的是吧，看了，那不就像那种急着上厕所的孩子一样，就两脚像打跳芭蕾一样，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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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旁边看的人都问：“哎呦，那厕所在那边呢，别急。”你们知道芭蕾那个舞步吧？嗯。